记者陈丽妍综合报道。以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奠定高人气的亚洲王子李光洙，虽非典型帅哥，但自然蠢萌与亲和力魅力让他广受粉丝欢迎。身高190公分的他在新剧 Live 辖区现场饰演实习巡警，颠覆以往的综艺谐星形象，血泪诠释基层巡警的努力与坚持。 Live 辖区现场中的李光洙不仅正经起来，演技惊艳观众，更为细剪去平时的帅气卷发，换上利落又带点憨厚的西瓜头。而模特出身的他更在剧中大秀诱人的六块肌，树立使命感至上的警察典范。 Live 辖区现场讲述几名实习警察在全国案件最多的派出所中遇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与激励人心的经历，引领观众更加了解辛苦的警察生活。该剧完整剧集已于 Netflix 上架。李光洙又在新剧 Live 辖区现场饰演实习巡警，暗恋郑由美中。 Netflix 提供李光洙在 Live 辖区现场秀柳会计好身材一览无遗。翻摄自 Naver。